束了，但是很多评论几乎清一色的是赞扬我。我觉得我一再提醒，看有没有不同意见的人能够表达出来。很可惜，昨天这个机会，这位李平黄先生没有发言，不知道他是由于什么原因啊。那么我要这样讲，昨天的那样大家对我的赞扬，我当然很感谢。但是你知道，过多的赞扬而没有反对声音，往往不一定是件好事，他是会捧杀一个人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老是受到赞扬，他会飘飘然，他会不知道自己的谬误在哪里。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像李平黄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网上多多给我指教。那么我再回答一下刚才和平先生的话，就是他因为对这个刚才那个小高先生啊，我还是觉得他是个年轻人，是个小高，是吧？也可以说他也有很多自己的见解，很聪明，这点我都赞赏。但是我刚才前面对他的不是对他的观点提出什么批评，因为观点啊可以有正确，可以有错误，甚至可以大家互相讨论，在我们这个网上非常正常，非常热烈，我很高兴。我主要指出的是两点：第一，他所发表的红论当中自己前后有矛盾，可能有很多网友没有像我一样，比如说听到后面就抓记住他前面说了什么。你自己的前后之间产生矛盾，那就是你的思维是不严谨的，至少是表达是不严谨的。第二，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表述我在哪里读了什么书，我又什么什么了，我又学了怎么专业，我又怎么样，就是自我表述表白，而且是自我夸赞。我是指不要这样做。所以对于观点大家是可以讨论的，我并没有说他一定观点完全不对，好吧？先说到这儿。这种事情我建议我们的肖先生以后这种不要提，别人都是有错误的，每个人都有错，自己也是有错误的，都无妨。我们到这里是学习别人的优点来的，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您也能够明白我在说的意思。好的，我们现在呢，在吕先生之前呢，有一位网友，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就在给我打电话啊。我们有请我们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的4522尾号的网友，您请讲。您愿意讲话吗？4522的网友阿仙，你愿意讲话吗？哦，抱歉，他可能是忘记了或者睡过头了。我可以讲一句话吗？您当然随时可以插言。OK， 就是刚才我回答37先生的这个讲话质疑啊，我认为啊，当时我跟他的争论就是说，我认为是东瀛的真规尊，对不对？所以刚才我的时间就是在核实这个问题，报告37先生是中规尊，川普总统发表完演讲以后很快就动用了军队啊，现在他在调动军队之中啊。好的，那现在再请吕先生，吕先生请发言。哎，谢谢韩鬼。哎，大家好。因为好，这个我刚刚看到 YouTube 上有很多喷我的哈，各种各样的都比较多哈。因为我到这个我觉得不介意，我不介意哈，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说的不好的地方，你们尽管喷，因为我一既也不是党员，也不是为谁工作啊，我只是发表一下我独立的一些观点。我也不代表其他这个音乐人，但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呢，我觉得好的地方我就该表扬就表扬吧，该批评的我也批评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像美国，它是一个全球啊集社会各民族各国家成就的集大成者，美国也确实它的这个，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全球70亿人当中，几乎每一个民族在美国都有，所以我觉得美国，因为移民国家它有很多优势，就像中国的移民城市，你像浦东新区像一个区了哈，你像深圳就是一个城市了，移民城市它的观点啊、创新啊，它确实有它的非常的一个优势，就人们反而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成见，大家都是这个只是来到这块土地为了生活的美好而共同去工作。所以我觉得像美国也是这样的，像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像这个他的这个大学教育啊，
包括他这种争论啊、思辨精神、啊、都非常不错。但是我们也不要这样，因为美国一切都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我只是说这个观点，所以我从来没有抨击过美国。我对包括对川普，我觉得好的川普很多好的优点，川普是人生的赢家啊，他从个人角度，从他这个很多角度，他实际上他是非常不错的，很成功的教育子女啊。所以我觉得像美国，就包括美国这次他觉得他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影响了，他出动这个国民警卫队，他完全也是合理的呀。就不能说他为了国家，为了多数人，为了3亿美国人，即使你是100亿的100个城市，有很多，毕竟他还是少数，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是第一的。我觉得川普为了维护美国的这国家利益，他做出他的这种 合法的行动，我们都应该是理解的。所以说哎，好，那我就说这么多吧。好，我觉得反正我希望这样，反正我们就是客观公正的。我也希望呢，不过大家呢，反正我从来是不会骂别人的哈，我也不会攻击哪个国家，我只是说是我的观点啊。假设你们有个人攻击的，我觉得呢反而正好呢，就反正也可以，可以下次可以我们一起辩论，没关系，我觉得不需要在文字上。 好，就这么多。好，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同时呢，在有很多人呢，在留言区的这个像徒步先生等等，我觉得您的用语都很不合适。不管是吕先生发表的您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是错误或者是正确的话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摆明他的自己的观点。您也可以发表您自己的观点，而用这样的一些侮辱性的这种话语来讲的话，我觉得只能够让您的素质呢显示出来的是低下。我希望你们像类似有不能够接受我们的规矩的网友呢，可以迅速的离开我们，我们非常欢迎您离开，谢谢。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刚才的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网友呢继续打来了电话，那么您请讲。阿仙，我是阿仙。对，您请讲，阿仙。我讲话 OK。 我刚才听到啊，有一个先生呢姓李啊，好像什么讲，好像美国呢，或者美国也不是完美的，那个中国呢也不是完美的，就讲的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总统就这么讲啊，他是说美国这些事情呢也是不是完美的。我这呢基本上倾向于美国的，也可以说亲美派，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呢是不完美的，我也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不完美跟中国那个叫不完美那不是一回事。如果这样讲的话，两边都不完美，那就彼此彼此，那就混淆了不同本质的社会制度这个区别。这个表面上好像我也不是为了辩护啊或什么的，我中国也不完美，这个实际上两个都是彼此彼此的，不是这个关系，那有本质的不同。那这个我详细就不细说了，就从中国的这个雷洋案，雷洋案件中国是怎么处理的，美国呢是怎么处理的，美国这个案件是怎么处理的，他的这个警探啊，单击跪下来请罪啊，总统都去亲自打电话慰问家属，这已经做到人贵一尽了。你那个闹事是两回事，和平示威不会有针对的，但是这是不是和平示威啊？你要你和平示威有几个诉求啊？你什么诉求啊？是要严惩那个罪犯呐、啊？什么东西啊？这两回事啊！我现在讲嘛。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我是阿全，就是美国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那这个处理的我们都是很透明的呀、啊，很清楚的呀、啊。好。对不对？好，谢谢。这不是一回事啊！谢谢阿全。这个是不对的呀、啊，是不是、啊？感谢 ，OK， 感谢阿仙先生啊，那我们每一轮的发言3分钟，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好的，我其实举了几次手，我刚才看到我们很多的网友在后台在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确实还是要奉劝我们在后台。在 Zoom 会时来聊天的朋友们，其实我们每一个能够在用语音来上来跟发表自己言论的人，这个每一个网友我们都要给他们予以应有的尊重，因为你也可以直接在语音中或者是来发表你的意见，
其实观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对错啊，我们尤其不能够在后台去对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啊，这个等等甚至背景啊做这种评价，其实这样不公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要说一下，我们在比较这一次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总是拿他跟雷洋来比，其实这完全是两个事情。在中国的雷洋的案件和在美国的弗洛伊德的案件，这两个案件不可比，因为不同的制度下，你在对比一个案子的时候，那么你其中会找到很多的谬误，这非常不合适。第三一个我要给吕先生要说一下，在美国发生的这些骚乱它不是暴动。当然在川普总统在说到这一次的时候，他说到是有组织的恐怖分子举行的活动，这也我不认可。因为在美国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的骚乱并不是恐怖分子组织的恐怖活动，也不是什么暴动。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新哥啊，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37号网友，您请讲。啊，我回应一下前面何总的那个说法，就是说我其实觉得我当时跟他的争论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的争论，我只是觉得谈到 National Guard 和 Military， National Guard 也是 Military 的一部分嘛，Military 的一部分嘛，所以说也很难说他会不会调动正规军。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川普因为要引用那个 Insurrection Act， 用这个 Act 的话意思就是要调动正规军。确实何总现在的那个信息我虽然没有看到新闻来源，但是我确实查到他好像引用这个法案，用这个法案其实就是要调动正规军。但是用这个法案现在我稍微 Google 了一下，我也是 Google， 马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啊。那个叫什么，用这个法案它就是确实会引起一些司法上的争议，因为这个法案好像里面说的是需要就是在即使要引用这个法案，它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要获得那个州政府的同意，就是说州政府已经竭尽所能，他已经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资源来进行国内的这些就是压制这些暴乱的话，那么他可以引用这个法案然后派军，但是要州政府的同意。但是他也可以在极端情况下不经过州政府的同意也可以这么做，那么这个事情就会出现扯皮。因为1981年的时候那个就是 Legal Counsel Office 就是说这个法案只能在什么时候下使用，就是州政府已经是用尽了他的资源但是不能达到效果。然后06年的时候布什，我就在看那个维基百科嘛，就是说06年的时候布什政府曾经要提出一个修正案，就是一个不叫宪法修正案，就是对于这个法案进行一个修补，然后这个修补会允许联邦政府在没有州政府的同意的情况下就使用这个法案去行动，就是调用正规军去或者是 active 那个 military 去进行国内的抗暴或者是维持治安和维持法律。但是这个修正的一个提议是被当时50个州全部给拒绝然后被否决掉了。所以说川普这次调用这个法案如果没有获得州政府的同意就派联邦的正规军去进行压制的话，会也有可能我认为会产生一些宪法上或者是州和那个联邦之间的关于权力上面的一些司法的一些争议吧。嗯，我真的要佩服37先生啊，这么快就承认错误了啊，知道我开玩笑。我是赞扬你，承认了吗？算承认了。没有，开玩笑，我是赞扬你迅速抓住了这个事情的本质。在我最开始的时候跟这个马柱先生报告说我有一个突发消息，我其中就讲到了川普总统的演讲有可能会比较强硬，因为他准备使用的是判断法。那么这个法律里面就赋予了总统在州政府没有能力用国民兵维护的情况之下可以动用正规军。所以你开始的理解是错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当时引用的这个法律就意味着他一定会用正规军。那用正规军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讲的对，
是州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判断准的去维护这个秩序，另外一个是总统联邦政府认为你州政府的这个国民兵没有能力维持秩序，这就是你刚才讲的，你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有可能会产生争议。这就是我最担心美国的政治的局势的问题，我担心这个事情最终引发成为一场内战啊，这个内战你可以用一个政治的术语去确定它是内战，你也可以用一个军事的术语确定它是一个内战，因为美国不是说不能发生内战的地方啊，美国的民众是有枪支的，美国的国民兵，美国的警察啊，他是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镇上有镇上的警察啊，城市有城市的警察，县有县的有的警察，美国的地方的警察现在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是今天美国的社会的多元的一个表现，联邦政府政治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美国的未来一个危机。这种危机就是当这个种族的冲突脱离了种族这个定义而变成一个政治冲突的时候，美国的大危机可能就爆发了。而如果这一次大危机爆发，很有可能是美国立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分裂，而这种分裂的情况并不会亚于这个南北战争，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区域，是一种内心价值的冲突，而内心价值的冲突的一魔鬼就来自于互联网的不受控制。美国的社会是一个极端主义的一个表现很大的特征，否则的话没有这样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川普是当不上总统的啊，因为川普啊是一个共和党的很难接受的人，而且共和党的人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川普成为总统，但是共和党的人这种一个一个向川普总统投降。今天在白宫的那个年轻的啊这个沉默的朝气的那么一个啊新闻发言人，当年就是反川普的人，现在的美国的国务卿对吧，蓬佩奥就当年是批评川普的人啊，很多啊，但是后来为什么一个一个让归顺于川普总统呢？因为川普总统有巨大的民意可以任用，名气可用，川普不能做什么，就像他讲的，他就在第五大道上面他杀了人，开枪杀人了，还会有人支持他，这就是美国今天川普总统非常有利的地方，也是这一次的抗争运动如果变成一个反川普运动就糟糕了啊，就糟糕了。我最害怕的就是变成一个反川普运动，所以我原来今天早上啊，我做的节目我就说民众在期待着总统发表讲话，哎，真的总统在十几个小时以后就决定讲话了，我大吃一惊，不可能看到典礼现在上嘛啊，但是根据我的预估他就会发表今天这样的言论，哎，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希望的是一个美国的总统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但是是化解危机的一个总统。当然今天要动员军队，说明在总统看起来美国已经非常危险，美国非常危险。而且这次判断的军队不是说当年的包围将军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只是洛杉矶啊，这一次如果爆发起来会很严重，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警察是单腿下跪，这不是开玩笑，不仅是对民众的一种和平的示好，而且是一种内心的祈祷，美国真的是要上帝保佑美国的时候到了。好，谢谢和平先生的表扬啊，然后我也夸赞和平先生几句，就是我觉得和平先生的政治判断力真的是很强，然后另外来说的话，我就觉得川普这个演讲我听下来有几个确实是很强硬的地方，一呢就是他确实把那个很快他就定性，就是当中还包含了 domestic act of terror， 这个是比较强的定性。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提到了我前面说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我认为他完全没有理由去提宪法第二修正案，提这个东西的动机我觉得做一下揣测的话，我觉得是不太
不太是包含了一些恶意的。然后还有就是调动军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强硬的一个态度。再加上他不仅就是和那个抗议的，对于抗议的这些人就是定性比较严重，然后就跟他们其实对立起来。我觉得从他的演讲当中还包含了一种跟州政府的潜在的对立，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说软硬兼施的，就是逼着州政府说你要快点把他们这些暴徒镇压下去，你不镇压我就派军队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把州政府等于是至少有一些州政府就是树立在一个潜在的对立面上。我觉得这个演讲总体来说是相当的强硬。然后看吧，我是一直表示这个态度。就很多人就是谈到，包括今天在做网言网事的时候，总是谈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我觉得对于川普这样一个，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政客都要担心他有的时候会不会把政治利益放在自己的个人的政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尤其对于川普这样的总统更需要有这个怀疑。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结论，给出任何结论在这里都不合适吧。我觉得就是提醒，就是想提一下这几点。啊，谢谢。谢谢。我是到美国30年来，最近几年是我最热切的关心美国政治的这个时代。之所以这么热切，是我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民主法治的美国，极端主义这么凝重，这么凝重。两个极端到了一种非常敌的一种状况，而这种敌的意识形态就具有某一种政治撕裂的基础了，所以我们要祈祷美国能够迅速的这个平和的处理现在的这个问题，希望在美国的民众在这个时候理性的精神要能够得到最好的最好的体现，要尽一切的可能性，要节制自己，否则的话，这个未来美国的局势的发展，还有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很多。如果美国真的出了问题，那世界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会出现和平。我打断一下和平先生，刚刚有最新的来自于华盛顿的消息显示呢，川普总统这会儿刚刚走出了白宫，步行走出白宫。来到了我们看到被点火的圣约翰教堂的门口，那么他与他的支持者呢一起挥舞着摇手啊。那么现在你的消息，抱歉，你的消息在你离开的时候我也就已经报道了，他是圣詹姆斯教堂举起他的圣经表现出他的宗教的意识出来。教堂是被昨天晚上的爆头烧毁的。是是是，哦，你已经报过了 ，OK， 很好。所以你刚刚两个字，我能说几句吗？抱歉，你讲。我刚才在后台看到梁达先生啊，他来就我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前面呢，确实对，因为全部听了川普总统的这个记者的发布会，我几乎可以同意三七先生的。这个他的分析，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因为我不认为美国发生了这个暴动，它只是局部的一个骚乱，而且这些骚乱完全是可以在州政府的这个控制范围内可防治的。但是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一次记者见面会有可能把这个事情放大，这种放大当然我不去采读川普总统他背后所隐含的内容，但是至少我个人认为有可能造成更极端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所担心的一件事情。谢谢。是啊，宵禁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规矩，但是一旦实行宵禁的话呢，民众突破宵禁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只有像马先生这样的媒体人，或者呢是这个消防队员，医生和警察可以走向街头。那么上下班当然没办法啊，上下班你是可以的，如果警察拦住你，但是你不能去加油啊，不能去商店买东西啊，都有非常严格的规范。
当然你的身体出现问题可以去叫医生救治，这都是可以，但是警察在这个时候可以随时拦住你检查证件，比如说纽约警察是不能有啊检查你的证件的，除非他是交通警察，但是呢在宵禁的期间他是可以的。我希望宵禁这种方式就能够平息啊这种这个可能失控的示威啊，不能给这个镇压提供啊足够的理由啊，也不应该这样失控下去，因为这一次的美国还是只能用平和的问题解决，平和的方式解决，而平和的方式就是选举啊，没有其他的办法，其他任何的啊这个政治以外的革命和变动都会带来世界的灾难，不仅是美国的灾难。我不希望极端的情况出现啊，但是我是感觉到美国这个社会也就有极端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只是看到了海外的中文社交媒体的极端化，实际上英文的世界一样的极端化啊，很多的美国人他们的这种敌对的情绪啊是没办法想象的，这是怎么出现的，这也是我很困惑的一个地方。好的，我看到陆磊先生。陆磊。啊，哎呀，我在民主党占多数反 Trump 的老百姓大多数的加州洛杉矶。洛杉矶昨天说是已经宵禁了，晚上六点钟到早上六点钟，那今天好像不知道又怎么样升级了，说五点钟，那么五点钟实际上你五点钟宵禁人家下班实际上也没什么大问题，你不是成群集队的去抗议示威，就开一个车一个人两个人回家，这个警察可能会来查问一下，你也没什么问题，这个就跟老何刚才说的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美国说是有暴动，你说把这次的抗议，有些说是打砸抢，说成是暴动也好，骚乱也好，这无所谓。哎，有个国民警卫队啊，完全能够对付，不可能像六四或者是像怎么样，把国防军把坦克开上去，然后去开枪，他妈那个打。真的去镇压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就是大陆翻墙过来那些乌七八糟人在搞，对不对？或者是美国的极右派，他们说，现在这是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是极左派，也有白人中间派，也有白人的极端分子在那边搞七搞八的，这个事情要调查再说。由国民警卫队就完全可以那个压住了。你说当全部要去用什么国防军上去，他要去用的话马上就有宪法危机，而且老百姓的选票肯定叫他下台，他就是打一个嘴炮而已。那当年的话啊，最严重的时候小石城事件，那个州长，南部的州长站在校门口不准一个黑小孩去上进学校，因为黑白分离，结果是美国总统约翰逊动用了国民警卫队，还不是国防军，护送那个黑人小孩进那个学校，然后和那个民主党的那个总Wallace， 他那个民主党那时候反而是保守的种族主义去对峙，所以说这个警察现在没那么紧张，把五毛六毛以及是什么湖边那个国内的这种东西在那边起火放火，不要太兴奋，我一点都不紧张，好不好？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陆磊先生，我们请下面一个网友 DZ。喂，你好。